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新闻学家、革命家鲁迅，原来很多人对着鲁迅有不同的评价。今天我们请昆士兰华商周报的总编梁焕松先生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这么出名的人物。好，欢迎你啊，梁先生。啊，多谢晒啊，李生。咁今日咧，同大家讲讲呢个中国新闻学一个健将啊，鲁迅。咁正如李生刚才嗰讲咧，就好多人对佢有唔同嘅见解。咁主要咧就系因为佢所处嘅时代啊，系一个即系国共斗争嘅时代。咁咧就系国民党对同埋共产党，即系对佢嚟讲咧，差唔多有两种吓非常之极端唔同嘅睇法嘅。咁但系时至今日嗱，今日呢个时间咧就系话。其实今年2006年啦，李生咧就系鲁迅嘅逝世70周年，好值得攞嚟讲下噶。鲁迅咧就唔系姓鲁，又唔系叫阿迅，查实佢系姓周嘅，咁佢叫周树人啊。咁佢细佬周作人亦都系一个好出名嘅作家嚟嘅。咁查实咧计起上嚟，鲁迅都系清朝嘅人嚟噶啦，系光绪年间嘅人。佢出生自1881年。咁啊，死喺1936年都唔算长命，50几岁就死咗啦，阴公。系咯，咁点解佢要改个笔名叫鲁迅呢？咁咧就因为纪念佢妈妈噶，佢妈妈就姓鲁。咁所以佢平时做嘢咧就好爽快，咁又好迅速，自己叫佢鲁迅啦。咁另外一个讲法就话姓鲁就系春秋时候嘅鲁国，同埋即系周朝嗰个本身嘅中央政府咧，本身系同姓嚟嘅。大家同姓的封建的王来的，咁咧就系、是、所以嚟讲咧就系、是、鲁同埋周咧，大家系亲戚，咁就系、是、佢因为姓周啊嘛，亦都系改姓鲁，亦都系有咁嘅渊源喺度嘅。嗱，鲁迅个阿爷咧就已经系一个清朝嘅官嚟噶啦，咁啊后来咧就因为做官做下咧就犯咗呢个事啊，就俾人拉咗去坐监啊，咁惨。咁佢妈佢个爸爸咧就好伤心，就自暴自弃。咁咧就係、是、首先咧，佢爸爸咧就嬲到死咗先。哦哦。咁嘅鲁迅咧自细咧就因为阿爷就坐监，爸爸又死，咁嘅话咧就经常家境好困难嘅，经常要攞嘢去当啊，同亲戚借钱啊，咁就受尽人间嘅白眼同埋鄙视。就形成嘅鲁迅呢个即系同呢个对呢个恶势力或者对呢个欺负人嘅人咧，系非常之痛恨。嗱，鲁迅咧就当时系清朝，但系佢咧就唔系去考秀才嗰啲嘢噶啦，佢就读呢个新学，即系当时清朝咧就已经开始有新嘅学校，就唔系以前科举嗰啲嗰类咁嘅教育噶啦。咁、佢首先咧就10几岁嗰阵时咧就喺个故乡啊绍兴嗰度咧，啊浙江绍兴咧、就读呢个水师学堂学海军，咁啊学咗一轮咧，又走去学陆军，咁出之咧有冇做到海军？又冇做到陆军，咁咧就系攞咗国家嘅津贴资助咧，就去咗日本北海道啊，呢个仙台医学院嗰度咧，就读呢个医科，谂住读呢个医，做将来做医生，就悬壶济世，就即系救世人嘅。因为一件事咧，就令到佢放弃咗呢个医科，就佢喺日本入边咧，就睇到一套新闻片嘅图片啊，就系、是、日俄战争呢、這个非常之荒谬嘅战争啊，日本同俄罗斯。打仗居然在中国的土地上面打来争这个分这个中国的利益啊，咁荒谬的嘢都有嘅。咁咧，套戏又讲嗰个新闻片讲咩咧？有日本人咧拉咗一扎中国人，就指佢哋系间谍，当场喺街嗰度将佢哋斩头。哦，咁其实呢个系好惨嘅事嚟嘅吓。鲁迅就睇到咧，就成班中国人咧就企喺后边咧，目无表情咁样睇人斩头啊。即系佢又觉得非常之愤恨呢个民族，佢觉得系咪真系患咗病？民族患咗病啊！一个人患咗病可以用医生去医，民族患咗病，一个医生就医唔掂噶嘛。佢谂住用呢个文学咧嚟改变人嘅思想，唤醒大家对呢个时代嘅觉醒。于是咧，佢就改啊，就唔读医，读文学啊。咁啊，读成咗呢个文学之后咧，佢喺20几岁嗰阵时咧就翻去中国。即是他在日本读文学了。是啊，在读文学啊。回到你的中国呢，就开始呢在文学方面发展呢，就是首先呢就在学校里面教书啦，教中学啊，一路教呢，就一路教到上大学，还接受这个当时的教育总长啊。即是他回中国没多久呢，2年之后呢中国就革命成功了。
咁呢个新呢个国民政府成立啦，咁啊蔡元培做呢个革命总长咧，就做呢个教育部嘅阿头，就请咗鲁迅入边咧去教育部咧嗰度做一个差事嘅，咁佢入边咧亦都提拔咗自己嗰个细佬啊，咁啊周作人咧系出身啦，咁后来咧就系、是、鲁迅咧就喺呢个几间大学嗰度教书嘅，但系咧喺1926年嗰时咧发生咗件大事啊，就因为咧。就是呢个北洋军阀当时咧，同呢个国民政府咧，大家呢个权力方面北洋军阀咧系拿住晒好多好多嘢嘅。国民政府系一个有名无实嘅政府、北洋军阀段祺瑞咧，就因为个政策方面咧，好多人就感到唔满意。有班学生系鲁迅嘅学生啊，呢个北京师大啊嘅学生咧，就喺呢个段祺瑞嗰个执政府前面示威。哦，结果段祺瑞咧就叫啲士兵咧开枪啊，打死咗几十个学生。鲁迅就支持自己的学生，咁啊搞到自己都唔掂啊，要走佬啊，咁啊走咗去南边，就首先咧就喺福建嗰度教书，就再去咧就去到广东方面嚟教书啊。咁呢个系1926年嘅事。咁查实咧就系1918年嗰阵时咧，就鲁迅咧就已经写出即系中国文学史第一篇用现代题材写嘅白话小说啊，叫做《狂人日记》啊。啊，咁呢个系一个好新嘅题材，亦都好新嘅。嘅格式，啊，用日记嚟写，用第一身，我系一个狂人，即系点样睇呢个世界？咁主要提出嘅咧，就话即系中国传统旧礼教方面咧，系点样去啊压迫人啊？咁啊，即系有个比较大家都知道嘅口号，就话礼教吃人啊，即系你礼教害死人啊，嗰啲咁样啊。咁到1921年咧，更加咧生动咁样写咗一篇小说，叫做《阿 Q 正传》啊，咁咧受到好高嘅评价。咁佢咧就一生人咧就最憤恨咧，即係中國民族性入邊嗰個劣根性啊，即係嗰種愚昧啊，嗰種咁嘅弱點，就將所有中國人嘅民族性入邊嘅弱點咧，就寫咗落去阿 Q 呢個人身上。咁啊，其實查實咧，阿 Q 嘅下場係好悲慘嘅嚇。咁咧就係卒之後俾人拉去斬頭。咁咧魯迅咧就係用嗰種冷嘲熱諷嘅筆法，仲加上好多咧就係佢個人即係、就是、對呢個弱者。都有同情喎、啊，寄以同情，啊咁样，啊鲁迅咧就因为呢个支持呢个爱国运动咧，就同一班学生就企埋一齐啦。卒之佢自己咧，亦都系娶咗其中一个女学生，叫做许广平嘅，啊咁咧、就系做咗老婆，系佢当时佢都成40岁有多噶啦，啊咁啊两夫妻咁啊生咗一个仔叫做周海英，啊，因为鲁迅咧系支持呢、這个啊民众啊，所以咧就系、是。就受到咧呢共产党嘅追捧啊！咁查实咧，鲁迅好在死得早就李生。如果以鲁迅呢种即系敢于与恶势力即系斗争嘅心情咧嘅风格咧，若果到后来啊，共产党发展嘅情况咧，佢肯定咧都会受到共产党嘅可能都系清算佢都唔定噶嘛。佢都睇唔过眼一啲嘢咁，咁就将佢捧咗上神台啦。咁何况咧就当时嘅所谓左派文人啊，郭沫若嗰班人咧，同鲁迅咧好早咧就已经系有唔妥噶啦。咁郭沫若大家知道啦，咁啊后来即系中共入边咧，郭沫若做到好大嘅官嘅，做到中国科学院院长啊。咁若果鲁迅唔死，郭沫若当权，鲁迅我谂佢日子都几难过啊。至于国民党方面，因为他企在、就是、比较左的方面，后来、這個、譬如、去到台湾之后呢，就一路来讲、就是、在政府影响之下的文坛对这个鲁迅的评价都不是挺好的。查实无论、国共两方呢、以前对鲁迅的评价都是有所、就是、偏见，我觉得、今时今日应该拿回鲁迅的本身，他那个人做过什么事、写过什么书啊！你评价佢，佢就比较公道一啲。除咗创作之外咧，鲁迅咧喺文学研究方面咧，亦都系好研究好深咧，写咗好多研究嘅书。咁佢写过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咁系同类即系研究中国小说嘅文学史嘅书咧，系佢做一个先锋嚟嘅。咁另外有好多文学嘅研究嘅嘢啦。咁另外咧就社会评论方面咧，后来佢就即系比较少啲写呢个文学创作方面啦，直接就企出嚟就向呢啲不平等啊，即系不道德嘅嘢咧宣战，写好多杂文啊。我哋今日咧香港成日睇报纸都有一段一段一段即系仔一段一段仔嗰啲咁嘅文章仔啊，
呢个杂文咧，鲁迅当时写好多嘅，系、哦、种战斗嘅文学，咁即系对啲唔公平嘅嘢系啊，直接几在同佢哋战斗。系咯。啊，鲁迅就因为自细家贫咧，就系、是、又唔够食啦，又营养不良。嗯。咁啊，非常之冻嗰阵时咧，就冇钱买衫着，经常食辣椒、哦、取暖、嗯，结果就得上呢个严重嘅胃病。咁、嗯、卒之咧就1936年嗰阵时咧，就系鲁迅胃病加上即系多年来积劳成疾嘅肺病咧，就系、是、病死了，50几岁病死咗、嗯，就非常之可惜。可惜啊！咁但系佢遗下嘅著作相当之多，对后世影响都好大噶。佢唔净止文学啊，佢喺政治啊、社会嘅发展方面都有好大嘅贡献。系啊，主要系一个导师嘅身份，即、就、系、是、影响呢个社会风气咧，非常之紧要嘅。系啊，好啊，咁今日再次多谢你啊，梁永松先生。